嗱，過往嗰20年裏邊咧，其中一個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拍一條短片究竟要幾多錢啦？咁啊，一條有質素嘅短片咧，可能要由幾萬蚊到到幾十萬不等嘅喎，加上要花好多時間去安排同埋準備，往往咧都會嚇怕好多嘅老闆同埋創業者嘅。大家好，我係 Tiger 啦，從事咗短片製作20年嘅啦。正因為係以上嘅原因，所以我咧精心設計咗一個商業短片專業製作課程，希望咧唔同嘅老闆同埋創業者咧可以自己學識點樣製作短片。咁呢個課程咧包括5個部分嘅，第一個部分咧係認識你器材啦，第二個部分咧係拍攝燈光同埋收音，第三個部分咧係剪接，第四個部分咧就係創意，而第五個部分咧係點樣用你嘅短片可以揾更加多嘅生意嘅。所以無論你係中小企嘅老闆啦、創業者啦，甚至乎你係想用短片成為你嚟緊嘅終身職業咧，這個課程都會幫到你嘅。期待嚟緊嘅網上課程見到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